首先可能这个含量过多了，对它而言是 OK 的，因为它可能是比较缺少盐分的问题。但是有些人吃多了，用了盐分啊，盐分的食物就开始觉得不舒服，这对它的健康就会敲响红灯的。那比起2012年当时的纽约市长啊Bloomberg，大家记得啊Bloomberg，他提出的禁售超过16盎司软饮的一个规定啊，摄取盐量的健康或危害，在科学上呢比摄取糖分模糊多了。不过无论如何呢，这个黑色小盐瓶子已经开始印在纽约市的菜单上了。之前呢，也只有用这毫克来精确菜谱的米啊，可能才会出现这种纠纷吧。所以如果你基本上是 OK 的，可能就大概知道，吃的东西少盐一点呢，对身体会比较好。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有提醒，另外在包括在餐馆呢，你可能会注意事情是，哎，这两个菜我要不要呢？所以它餐馆已经在那标明了，它是可能属于那好的。如果你可能说，哎，什么好介绍呢？这个菜单上已经标明了，说这是厨师的好介绍，你可能更多问了。它就是一种可能给你多点讯息，多点认识，乃至于可能就是说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讯息。那么如果下次你去吃饭，他可能说，哎，这个它的脂肪指数多少？它的盐分多少呢？你看之后呢，你可能就决定说，到底要不要点这道菜？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提醒，不至于说完全会损害到这个餐馆它的一个销售额。一种提醒，反正你现在来这边餐馆吃饭，它可能不是每顿都吃，它可能一个月可能那么一次，所以一种含量呢，多不多，少不少，可能就是仅做一种。那下次你到纽约之后呢，可能就在餐馆里面，尤其是连锁快餐的一些餐馆，就跟他们说，有些食物盐分比较多，今天可能吃多了，就少吃一点点。但是我觉得你可能跟这个摄影师说 ，less salt， 少盐一点，对身体好一点。金武功隽永心绪，百千回味。星期一到星期五午夜12点到晚上6点，星期六和星期天全天候。金武功隽永心绪，百千回味，让你沉醉其中。Thank you.
用过很多方式，小米求生，与你同行。路交局交通讯息，要获取陆路交通管理局最及时的交通消息，请收听九八城市频道。
题的歌曲，一首经典好歌，新年歌曲在世界放光芒。这么多选择，究竟先吃什么好呢？欢迎光临我们的自助餐厅，这边有最新鲜的新闻头条，最丰富的生活资讯，最呛辣的热点消息，当然还有最畅快的讨论氛围。